式就是把这个报回你报上，先走先在街道上卖，先走先给客户五金铺、五金店门上问着发呀、批发呀，我就说你要这个东西。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，我意思我还把我这个盘子大你夸一下，希望我大你夸一下，还能干你们。嘿，你看你睡下也病多的很，对吧？你不干活也病多的很，干活就人也轻松一点，人也健康。就是我也平时也劳动些子，也干活一点，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